根据网络媒体最新民调，若黄副市长参选明年2022台北市长选举，会使蒋万安的部分支持者跑票，将蒋万安与陈时中双方的支持度差距拉近为6.5%。请问黄珊珊副市长怎么看？就像刚刚市长说的，其实台北市有非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已经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了，而且疫情还是很严峻。每一天我们其实都用很大的力气在防堵疫情的扩散，我觉得民众尤其市民在生活上其实还是非常的恐惧。我们从刚刚看到的每一周是上千例，后来几百例，那好不容易这两个礼拜开始是两位数，那我非常期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周是个位数。所以我觉得人民比较关心什么时候可以拿下口罩，而不是关心个人的政治利益，所以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现在还有心情去讨论选举。